好，那今天的儿童的重症个案比较多，所以我们单独列一个手板跟大家做说明。那今天的八例的儿童重症全部都是 Miss C 的个案，就是我们这个孩童的这个 多重系统的发炎症候群 Miss C。 那他们的年龄是主要是五岁以下的有六位，另外有两位是八岁跟十一岁，那有五位是男生，三位是女生。那很多是在这个五月到六月的时候确诊的 COVID 的这个新冠的感染，然后在六月到七月这段时间出现了 Miss C 相关的一个症状，时间最长的是5月27确诊到这个7月17发病的这一位。那 这当中事实上已经有五位小朋友都已经康复出院，还有三位仍然在住院当中的，跟大家做一下口头的一个补充说明。第一位是一个三岁的小朋友，男生，没有慢性病史，七月五号的时候确诊这个新冠，七月十六号开始陆续有发烧、呕吐、腹泻跟食欲活力下降的这个症状，在七月二十号前往急诊，那时候是先诊断为急性肠胃炎住院，住院之后有检查发现说有轮状病毒感染，他的抗原阳性，不过另外也有抽血发现说他的发炎指数和血栓指数都有升高，所以诊断是也有 Miss C 的一个情形。那住院后有给予免疫球蛋白等等这些药物治疗，目前症状是有改善，那还在住一般的病房当中。那第二位的话则是这个八岁的女童，七月十四号的时候确诊 COVID， 在七月二十一号开始陆续有发烧、全身皮疹、咳嗽、流鼻水的症状，在二十三号前往急诊 ，X 光有显示轻微的肺炎，那在急诊有检查了这个肺炎梅浆菌的 IgM 抗体的快筛，结果是阳性，所以诊断有梅浆菌的感染。不过同时因为相关的一些皮疹等等的发炎的症状，也是有怀疑 Miss C， 那住到加护病房里面去观察治疗。那经过治疗之后，在七月二十八号已经症状改善，转到一般的病房里面，所以今天的情形是还在住院当中，所以这个也是有合并另外一种病菌梅浆菌的一个感染。好，那所以我们今天有这个还在住院的三位小朋友，其中有两位是我们算首见的，就是说 Miss C 之外还有合并这个其他的病毒或是细菌的这个感染，一位是轮状病毒，一位是梅浆菌。好，那这个那这个今天公布的八例算是我们先前也有单日公布过八例的 Miss C， 不过只是说今天公布的 Miss C 主要是中部这边的这个个案为主，然后另外就是大概也是跟我昨天所讲过说目前我们大概是处于这个儿童出现 Miss C 的这个高峰，可能快要过，不过目前大概病例数仍然会比较多一点，主要是因为我们五月底六月初的这一波疫情大概预估通常是在六周左右会开始只有很多 Miss C 的个案会通报出来，那这个时间点大概是落在七月中下旬这段期间，所以这边帮大家整理了一下我们今年这波疫情到目前为止我们儿童重症的这个个案数累计是136位，其中五岁以下的呢占三分之二，有91位，六到十二岁的呢则是三分之一。那这一个跟我们上一周有做过类似的表来比的话，零到五岁所占的比例是有逐渐在增加的一个趋势，那这主要的增加都是来自于这个 Miss C 的部分。我们的 Miss C 总共目前累积70例的儿童个案，其中43位就是属于零到五岁这个年龄层，六到十二岁只有占27位。上一次我们公布这一个分析的时候，当时大概是各半，而且零到五岁事实上比六到十二岁少。那现在看到这个年龄层事实上已经翻转，然后就说针对幼童的部分呢，这个所占的比例已经高达六成以上，反而是六岁以上的这个所占的比例现在是大概不到四成，也就是显示说在 Miss C 可能比较在我们现在儿童六岁以上普遍有接种疫苗的状况之下，那相对来讲会比较容易发生在还没有接种疫苗的这个五岁以下的小幼儿然后小小孩这个部分，所以用这样的统计以及这个趋势来提醒，就是说我们的家长还是要注意我们整个疫情里面
后续的一些变化，因为现在目前没有接种疫苗的这个比较是在五岁以下，但是我们的幼儿的莫德纳疫苗已经开打了，所以还是请家长能够尽快的带小朋友去接种这个幼儿的莫德纳疫苗，来预防就是说可能后续有一波这个感染之后再引起的这个后续的密室吸的情形。在目前我们的这个70例的这个密室吸的小朋友的个案当中，只有10位是有接种过疫苗的。昨天有在工框里面跟大家说明过，有9位是接种一剂的疫苗，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公布的8例当中还有1位是有接种过2剂的疫苗，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这个8岁的女童，然后也有合并梅将军感染的这一位，所以目前累积是有10位的这个密室吸的小朋友有这个接种过疫苗。不过那反过来讲，就是说还有60位的这个密室吸的小朋友是没有接种过疫苗的。那一般来讲，这个打一剂疫苗，至少一剂疫苗，对于这个密室吸的保护效果就会有90%以上，所以我们还是特别强烈的呼吁说，家长能够利用这个疫情还比较平稳的时候，赶快带幼儿去打这个COVID-19 的疫苗，幼儿的莫德纳疫苗，后来预防后续可能疫情对小朋友的健康产生了一些影响，而且不只是密室吸，也会有预防这后续引起这个脑炎的这些风险。今天晚上睡不好觉呢，跟阿比一样呢，浅眠的人呢，是不是一点点声音就让你睡不好呢？现在阿比要推荐你这个用喝的就能舒压的饮品梦梦水，睡前30分钟喝一包就可以让你轻松无负担。现在赶快上快点购，还有优惠抢好康哦。